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homas Project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玩 2B2T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。但是，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个农场现在它还是完整的，还没有被破坏掉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打算呢，就是来挖矿。现在是天已经黑了。我们先吃点好吃的，现在好卡呀，没事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挖矿必备的东西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火把，我们做一点火把吧。去挖矿，去哪里挖呢？这里有光。这好像是我们上次死掉的地方，难道说人死过后都会有一个亮光标记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之前看的那些所谓的光源方块都是服务器放的。我之前就在这儿被那个骷髅一剑干死了，这是我们之前赶过来那儿看到的光。看来有人在赶到这之前就死掉了。我们现在找地方挖矿吧，天应该是要亮。我们在这座山这儿挖，山后边这也有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，哎，有个 creeper，这应该是也死过另一个人。每个亮光应该都是代表一个人在这里死掉了。这有个 creeper，我们不理他。这儿也有亮光，这就是火把。这底下还有个东西。我们从这儿下去挖矿吧，我们借着前人的。这里有个洞，我们往那边挖吧。什么情况？运气这么好的吗？是他们服务器重启维护，还是我本地断网？现在还不确定，我们来检测一下。我们本地的网是没问题的，他们服务器崩了，不是吧？好，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一大段时间，现在服务器已经是恢复了，应该是正常维修啊，现在已经恢复了。我先加载一下，好卡呀，太卡了，捡不起来东西了。捡起来，继续挖吧，那就接着刚前面的继续挖，把这把石镐挖废掉呢，我们再去做新的继续挖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这挖到矿的几率似乎非常低。有可能是我选的高度不太对。好了，镐子已经爆掉了。我们现在回去。超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现在外面是白天，这边为什么不加载呢？太卡了，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，不知道是我升级系统导致的还是什么情况，现在简直要卡死了。那是我们配置太低了。我们先在这儿暂存一下我们的东西，碎石。一大堆吃的，蘑菇已经放过了，大量的建筑原材料，继续挖矿，今天可能就一直无聊的挖矿了，现在啥都没挖到，这是一个洞吗？这里还藏了一个通道，看不清。从这个通道是去哪里？这个通道和这边都是连通的，但是什么矿我们都没有找到。我们去别处挖矿吧，毕竟这里可能都被挖过了。像这边，似乎也啥都没有。在这边开个新矿场的，这树叶子像被剪掉了一样。我们在这儿开个新矿场吧。有铁矿，我的天，这边没有，一个，两个，三，四个，这上头没有了吧？还有煤矿，这家伙把这些矿看得这么珍惜。你继续往下走，看，走到这儿。我们要不先在这个高度开一个横向的坑吧，因为这个高度可能铁矿啊之类的比较多。这是挖到什么？铁矿，这就没了吗？这又是挖到啥了？好吧，啥都没有，我眼瞎。这是挖到铁矿了，应该是。爆掉了，那我们还得再过来一趟。天黑了，我们先来烧一下木棍。这木棍有吗？为什么木棍也比较好？开始做铁桩吧，先看现在哪个铁桩能做出来。没有，先做小鞋子吧。应该做完铁桩，这些铁都没了。天亮这么快吗？应该就我们挖矿挖的比较久了。铁好像还不够做全套铁桩。有点火浪费掉了，先做胸甲吧，裤子我们到时候再说吧，光屁股挺好的，又卡了，白天我们就先不下去挖矿了吧，我们
四处逛逛，了解一下附近。说的是，这应该是俩人吧，做了这个农场，在18年，那过了3年还能保存完好，很厉害，太厉害了，3年没被破坏掉，或者有人修复之类的。这有一个 creeper 爆炸的坑，这是一个洞，下去没做铲子，嚯，那啥玩意？这边就是海了，不、哦，嚯，还挺聪明的，先泡自己。再上来跟我们决斗，这里也来过人，什么情况？今天这么卡，是不是有人在故意卡服务器？这个小水坑，两面环山，盆地地形还不错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我们的度假休闲胜地好了。我们从这儿挖一条地沟通回那边的基地，我们来观察一下。还挺远的，我们基地在哪儿呢？看不见。从这儿过来是通到基地的。刚好到中心岛屿这儿，看我们现在还别修这么闲的蛋疼的工程了吧，以后再修。这座桥还有个名字，好像它叫什么桥呢？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农场的附带设备，也是18年建的。那我们干脆来规整一下这个农场吧，感觉看着好乱乱的。首先一把铲子。再做一个锄头，我们先把这个小木斧给它废掉它们，要节约资源，不能直接扔掉，我们得把它用光。这木斧还挺结实的。天要黑了，那我们现在又扩张不了农场了，我们又要去挖矿，太离谱了！我们这么规律的作息，走错路，这个很有诱惑性，导致我们走错路。嗯，那是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想矿想疯了已经。哎呀，插一个火把，哦，拿铁镐挖上矿，对，这个服务器可以做盾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又是沙子，对了，MC 现在怎么没声了？觉得挺奇怪。没开声吗？前半段在玩无声游戏。没挖多少东西。天是又刚刚亮，时间把握大师，我都佩服了自己。哇，我把它直接扔了。哇，不缺煤矿。
缺铁，我们还是做不了裤子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打理一下这个农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纵观农场的全局，这边都是种小麦的，种小麦的地方是不是有点少？一跳上去就看看，太高了，跳不上去。哇，又浪费这么多，哇，那你给我烧点原石吧。来看一下，怎么来分配这个农场地呢？就把这边主要打造成小麦区，我们先打造小麦区，把西瓜都给除掉。呀，挖多了。哇，神速！刚才那两下简直是一秒长出来。长太快了。康叔，这边主要是种小麦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地形是为了种西瓜设计的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给它稍加改道。就是今天有点太卡。我说如果有人在服务器里头卡服，也是零零啊出生点那一块卡，应该不会干涉到这儿。嗯，火离谱。不是吧，只能采草地。这边已经三格宽，这边这一个路都给它变成 OK， 这两块小麦地弄好，接下来就是弄小麦了。哇，这么一踩就烂。我们接下来表演超高速种地，没了，表演提前结束。稍等一下，精彩继续。
我们继续来为您表演超高速种地。哎呀，卡住了，虽然太卡种着不好，但是是卡的问题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也有朋友建议我说用 1.12.2， 因为我以后可能还要出其他类型的视频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再换版本，就用最新版，因为以后会有其他类型的视频或者其他的东西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天要黑了。一个有规律作息的人，这时候就应该去挖矿。养成规律的作息情况，从我做起。嗯？太卡了吧。不知道是服务器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，应该是我作死装了一个奇怪的 Windows 版本后导致的。